搁点蜂蜜出来。先把每一片籽皮也割出来，籽皮不要伤到。把每一片籽皮割出来，全放在果酒箱里面。一刀全部割出来，那我们先拿一边，先放一边。插进去，可以了。现在前期的先反过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把盖子先盖上，上面要先盖一层油纸。我们有盖一层油纸，我们现在把盖子盖上去，密封造出来的槽皮才不会粘到封箱覆盖。我们平时要看的时候，一打开就能把油纸撕开来观察密封。放在密封原来的位置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防潮片我已经也打上了，不要碰撞。防潮片关上。剩下两层隔纸箱我们放在上面，因为这窝蜜蜂还很小窝，我们不需要放五层，三层就可以了。